失眠的湖水，苦苦想你习惯不睡，为躲开寂寞的狩猎。我的感觉像小说忽然写到结局那一页，我不愿承认缘分一场次枯竭，逼迫自己时光倒回，要美梦永远远离心碎。我抱着你，我吻着你，我笑着流泪，我不懂回忆能如此真切，你留在我的眼眶决堤淹水，爱不是离别可以磨灭。我除了你，我除了懂，我没有后悔，我一哭全世界为我落泪，再冷的没有你的孤绝，我闭上双眼用泪去感觉你的包围。这不用照片我都认出来了。没有没有，小美，再见。亮亮，哎，大舅子，少卿你好，啊，你好，长头发还留着，舍不得剪。你的小平头没了。哎，这发型的问题我们回去再讨论吧，先回家，车在等着呢，我帮你拿东西吧。不用麻烦，我自己来就可以了。哦。亮亮，我们走吧。大舅子，车在那边，我们走吧。走了，哥。走了。少爷，来，吴先生，我帮你拿行李。哎，不用了，王先生喜欢自己来。Mercedes， 跟我在美国开的是同一款车。你也喜欢车啊？我也喜欢啊。不过像这种宾士，少奶奶，董事长问说你是要先回家还是？先回我家看我妈。好。
我告诉你啊，在我们家啊，我跟我爸都怕他。走了，上车了。到家了。啊，等一下把我的行李拿下来，小七的手机、电脑。是。哥，妈妈她。他很久没看到你了，而且最近他又……亮亮，不要想那么多了，血浓于水啊，没有问题的。嗯，当然，世人说的对，你是他儿子嘛。进去了，进去了。你不是说他已经好多了吗？为什么连自己儿子谁是谁都分不清楚？原本他是已经好很多了，可是小敏走了，他又受到刺激了。哥，妈需要时间，也许过一阵子，他就会慢慢恢复了。过一阵子是多久？难不成要我一直扮成小敏，让他错认？哎呀，这没关系的啦。他有时候还是会对着空气跟你爸爸对话，这我们都已经习惯了。而且你跟小敏又都是他的儿子，他又没认成外人，无所谓了啊。小敏，子轩啊，小敏，来来来，好喝的汤哦。小敏，来来来，坐着喝，坐着喝啊，来，坐着喝啊。妈，啊，就小敏我们都没有，你太偏心了。有有有，在后面自己去盛。我去盛了。好好好好，这汤好喝哎。小米，到家了，来，衣服脱掉。我很好，没有关系。啊，没关系啊。没关系。好，来喝汤，喝汤，这汤我不好喝哎。妈每天晚上都熬着，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。来喝一点嘛。我真的很好，不要客气。不喝啊？对啊。你终于回来了，真好啊！我每天晚上啊都问你爸，你把小米给带哪儿去了？你可得给我带回来呀。现在你好不容易回来了，哎，你爸呢？你爸怎么没跟你一块回来啊？啊？那个赵叔叔说，他送你去机场，你去美国看姑姑了，姑姑好吗？啊？好。好，好玩吧？啊，姑姑那儿好玩吧？
哥回来看你了，你们很久没见面了，汪家的孩子就只剩下我跟哥了。爸，你放心，哥回来了，我们会一起照顾妈妈，请你保佑妈妈的病赶快好起来，好不好？ 我是基督徒，我不拿香。亮亮，你不是嫁得很好吗？赵家显然环境不错，难道他们都帮不了你？ 帮妈妈，帮小敏，他们有病，赵家难道不能出点钱想办法吗？他们的病不是用钱能解决的。什么事情是钱解决不了的？肯花钱，找好一点的医生，住好一点的医院，甚至送出国。总而言之，只要肯花钱，一定会有帮助的。小敏的病是躁郁症，在台湾一样有药医。 妈妈是心病，心病要用心来医，跟钱没有关系。这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跟钱无关。钱说话比人说话大声，钱办事比心办事有效率，钱治病比心治病好得快。哥，我说的是实话。你在赵家不是很有地位的吗？ 难道不能让他们拿点钱出来，表示点诚意？或许你觉得我很功利，但是我不这么认为。我是实际，我也希望妈赶快好起来，我也希望赶快能孝顺她。那就请你不要嫌弃她。你在嫌弃妈妈，我看得出来。 我只是不习惯，不习惯一个疯子，还是不习惯自己的妈妈。世界上有人对母爱不习惯的吗？那是一种亲情，是一种天性。或许我离开太久。那么，现在你可以回来了吗？ 整个人和心都回来，重新开始习惯，可以吗？回来当小敏，但跟汪子权继续留在美国有什么两样？是回来当儿子，回来让妈妈开心。妈妈是我们的，我们不能把责任推给别人。 这段时间，我公公已经够帮忙了，他太忙了，事业太多了。真正在赵家可以掌权的，是世元的妈妈，也就是我婆婆。可是她不喜欢我。 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不会叫赵家出钱出力来照顾妈的。事实上，赵叔叔已经很够意思了。
那我们应该去谢谢人家了。毕竟我回来了嘛，应该代表汪家，当面去跟人家说声谢谢。好啊，我带你去。我公公大部分时间都在俱乐部里。当然先去家里，登门答谢才有诚意嘛。这又不是应付公事。喝茶还是喝咖啡？都可以，都可以啊。上来。我给你们介绍一下。是亮亮的哥哥汪子权，是我妈。嗨，哎呀，哎，人家是长辈，你也别太洋化了。什么长辈？别闹了，是你姐姐吧？大姐，你好，我是汪子权。石原呐，你姐姐比你漂亮啊。子权，这真的是我妈，你搞不清楚哪来的姐姐啊？啊 ，sorry， 对不起。我不知道，臭妈，对，真的很抱歉。不怪你啦，不怪你啦，常常有人这样分不清楚的。我带他们兄妹俩出去，老有人觉得我像个姐姐，不像个妈妈。是啊。嗯。求了吧。你们两个坐呀。张妈妈，我觉得应该再跟你说声对不起，我刚刚……哎呀，好啦，谁倒是个长辈，嘴巴不贫了，连话都说不出了。不是，只是我真的没想到，没想到我跟你妈年纪差不多呀。哎呀，说你那个妈呀，妈。那好了好了，不说了不说了。人家在国外都住十几年了，当年发生什么事情也都不知道，是不关人家儿子的事情呢。到底是住国外的啊，离那甲子远点呢，就比较正常了。你看起来就比你那个妹妹啊老实点了。来，你看，买给你的礼物。世元，世元，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赵妈妈的年纪。我都乱买，下次吧，下次我再补送。老人茶吗？可以了，可以了，人老喽，都当婆婆了，当然喝老人茶了。来来来，细云，啊，拿去泡来我喝喝看。好。你呀，坐来。是。今天来的不巧啊，赵叔叔还没下班呢。不，我今天是专程来看赵妈妈的，我来谢谢赵妈妈。我知道赵家对我们家照顾很多。哼，不，哪是你赵叔叔啊，我可不敢鞠躬呢。不，不是这么说的，当然要感激赵妈妈。我在国外待过的，我很明白一个家庭里面女主人的影响力有多大。今天不管赵叔叔都想帮忙我们家，没有赵妈妈您的支持，那是绝对不可能的。亮亮很幸运，嫁了人了，还能这么自由自在的回娘家照顾我妈。要不是她有个开明的婆婆，她能这么自由吗？我妈又有病，也只有赵妈妈您能不嫌弃接纳亮亮。哎，你们汪家，就你最明白事理了。就该
回来呢你？我不是一个好儿子，这些年来一直待在国外，家里的事情都交给亮亮。好啦好啦，不怪你呀，这样一个家呀，任何人看了都想躲得远远的，哪个不害怕呀？所以我感激赵家，感激赵妈妈，不但没有嫌弃，没有逃避，还和我们这样一个家结成了亲家，我真的很感动。也很自责。别这样想了，别这样想了。诗源呐，茶泡好了没呀？啊，快好了。不好意思，赵妈妈，我先告辞了。哎，这么急着走做什么呢？等你赵叔叔回来一块吃个饭呢。是这样子的，我难得回来一趟，可能很快又要回去了，我想多陪陪我妈妈。也是啦。不过你这一趟回来就别回美国去了吧，留在台湾呢。可是我在美国还有工作。哎呦，工作哪儿没有啊，我们赵氏企业工作多的是，就怕没人做呢。好了好了，下次我们找时间再聚一聚，好好商量啊。是，谢谢妈妈。诗源呐，诗源呐，啊，你大舅子要回去了，开车送他回去吧。啊，我送你，谢谢。有空要记得常来家里坐坐哟。我一定会。走吧。谢谢张妈妈，那先告辞了。常来啊。好。谢谢张妈妈。哎，真没想到这宋银秋居然还有一个这么体面又正常的儿子呢。哟，说我像姐姐，老都老喽。这孩子，你疯了吗？这个时候你要请假回台湾，也许等你回来工作就没有了。现在全球经济不景气，公司要裁员，不管我回不回去，这里的工作可能都保不住了嘛。是，全球经济不景气，你回台湾就会有工作了吗？台湾的景气会比美国好吗？也许有希望，我可以回去碰碰运气，我有亲人。拜托，你在台湾的都是些穷亲戚，他们自己都还需要运气呢，会带给你什么好运气啊？你这一趟回来就别回美国去了吧，留在台湾呢。我在美国还有工作。哎呦，工作哪儿没有啊，我们赵氏企业工作多的是，就怕没人做呢。好了好了，下次我们找时间再聚一聚，好好商量啊。是。王子轩，进。You're so lucky. 奇怪了，怎么没回来呢？我明明送他到家门口的。亮亮，我发现你跟他比我还爱玩呢。他没有进门，也许下了车就走。那他会去哪里啊？他在台湾有朋友吗？有什么朋友？15岁。就跟我姑去美国。那他就是不愿意回家，就这么简单。他嫌我麻烦。会吗？不会吧，我看他看起来蛮孝顺蛮善解人意，而且也很感谢你对这个家的付出的。哎，
不知道啊，他多有一套，把我妈治得服服帖帖的。真的，我妈被他哄大，乐到心坎里了。他说啊，她是我大姐，不是我妈。还说啊，感谢他对我爸的支持，对你们家的照顾。又说他好伟大，又可以接纳你，又可以接纳你家。我在旁边听得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。我还以为啊，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赵世元可以哄得了我妈哎，想不到还出了一个汪子璇。好，他厉害啊，他第一名，我认输了。他，哎，亮亮，你去看我妈。哦。小米回来了，我去煮东西给他吃。没有没有，是我。我今天看你睡得好不好？小米还没回来呀、啊。可是都这么晚了，外面坏人多哎，我不放心啊。别担心，小米会很好的，再也不会有人欺负他。记得子权哥哥吗？子权，王子权呢？我当然记得。记得子权哥哥吗？子权，王子权呢？我当然记得，可我不敢想。哎，越想越难过。好几次我在梦里梦到他，他还是像以前刚离家的时候那个样，哎，个儿小小的，理个三分头，倔强，好像老在生气，是气我吧，气一个不争气的妈。妈，亮亮，都十多年了，是吧？也不知道现在什么样，长得好不好，是不是还生我的气啊？好几次在梦里，我想抱他，他不理我，转身就跟他姑姑走了。亮亮，我只是想抱抱他。我好想你啊。
抱歉，我们这里不收美金。不收美金？全世界最流通的货币啊，认不认识啊？真的抱歉，老板没有交代，我们这里只收新台币。那是你们没见识，台币不值钱 ，OK？ 井底之蛙。我看你是喝多了，你不要为难我们好吧？抱歉，我们只收新台币，好不好？你懂不懂？这是美金啊，啊？你知不知道全世界只认美金不认台币？先生，你再闹的话，我真的要叫警卫了。这是老板交代，你不要为难我们下人嘛。喝多少我来付。是。对不起，干什么？请你告诉我你是谁？请你告诉我，放开手！请你告诉我你是谁？请你告诉我，不管我是谁，我只告诉你，我不是 gay， 我很正常，对你没兴趣，也请你不要打我的主意。你刚刚帮我付的钱是不是 ？OK。我还你！不用不用，你不用还我。Don't touch me！ 不要碰我！不要碰我 ！I hate it！ 这里不是旧金山，我也不是同性恋。你是美国回来的，那你跟小米什么关系？是。台湾是全世界最小的地方，大家都认识汪子，全世界都知道我有个疯子弟弟叫汪子敏。你是子权。你是汪子权，难怪你长得像小米，但是我不是他。OK， 不要把我当成他，他是疯子，我很正常，我只是倒霉，跟他做了兄弟。You know， 有些事情是你没办法选择的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为什么你应该知道？你是谁？我是亮亮的朋友。我以前曾经是他的心理咨询师。亮亮。你什么时候才能跟我回家啊？你要不要跟我回家啊？我答应你，我就会回去，我会回去的。什么时候啊？我现在走得开吗？我妈跟芷泉之间，他们像陌生人，没有感情，我放心要跟他们独处吗？亮亮，你不能一再把所有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了，这样对你自己对我都不公平的。我们自己也有一个家，不是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学着放手吧，子权回来了，有些责任他可以分担的嘛。他是你妈的儿子，不是吗？我知道了。现在很晚了。你先回去吧，先回去做你妈的乖儿子。那我回去了。小心开车。小心啊。
陈峰，陈峰威，我大舅子才刚回来，就跟他出去把酒言欢呢，是，聊得很愉快。送他回来，顺便看看亮亮。子璇大哥，你要喝酒可以找我吗？干嘛约他呢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我并没有约他，我是在pub遇到他。对啊，他说他是亮亮的朋友。 子璇大哥，虽然你才刚回来，可是有些形势你要弄清楚。这个人呢，以前是我情敌，现在是我妹婿。赵世仁，你很无聊啊。他娶了我妹妹，可是心里却又忘不了你妹妹。 一直到现在，他都是我和亮亮婚姻里的阴影。所以在赵家，除了那个愚蠢的赵世芬之外，没有任何一个人喜欢他。他在赵家是个不受欢迎的人物。赵世元，你搞清楚，我并未心爱你们赵家是否喜欢我，我只不过在pub遇到他。是啊，世元，误会一场，我真的不认识他，是他自己过来搭讪的，啊。 你最好别再跟他一起出去，要不然很多人会很不开心，我们也会很生气，我会很不高兴，我妈会很愤怒的。你不必这么害怕，不必这么没有自信，你要全世界来孤立我。我不在乎你们赵家是否喜欢我，不为你们赵家喜欢，是我的荣耀。 为什么不回家，要去喝酒？心情不好。哥，你要不要进去看看妈？都已经睡了，有什么好看的呢？看一眼也好，你可以抱抱她。抱什么？都多大了，我们有这个习惯。哥。 为什么这样？你不能多亲近亲近他，多陪陪他吗？我陪了，他也不知道我是谁。不管他知不知道是你，认不认得你，他都是我们的妈妈。他记得你的，他一直记得你小时候的模样。 你为什么对他这么吝啬，却可以大方的去伺候别人妈妈，心花怒放的？够了，不要再说教了，已经很晚了。是，是很晚了。本来你这一趟回来，就已经晚了十几年，16年来，你一次都没有回来过。 主动打电话给妈妈的次数，也不超过10次。爸爸、节日、妈妈的生日，我都婚礼都不闻不问。这一次要不小明走，你还是不会回来。这个家好像就只有我。你现在是在跟我算账，跟我计较吗？汪子璇，我知道，这十几年来，家里是只靠你。 可是亮亮，这是你自己选择的，没有人逼你留下来。中间姑父也问过你，要不要来美国，你说 no，
是你不愿意，你不要来美国。我是不愿意，我不能愿意。我有生了病的妈妈和弟弟。OK OK， 你选择做救世主，你喜欢，你愿意。OK， 这叫什么？求人得人，你做到了不是吗？那你还有什么好抱怨的？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？我说错了吗？你也得到补偿了。See， 你嫁了一个好老公，当了有钱人家的少奶奶，上帝待你不薄啊，汪子爵。上帝对我怎么样，我心里有数。这几年来，我汪子亮吃的苦，只有天知道。那些冷眼，那些嘲讽，那些痛苦，不是你远在美国可以想象的。那你为什么不来美国呢？因为我爱他们，我不像你，只爱自己，只想逃避，只要自己日子过得好就好了。你以为我过得好？大热天里剪草洗车，下雪的时候铲雪打工赚零用，在人家的屋子底下看人家脸色过日子，这叫好？在华人的圈子里，人人背着我指指点点，大家都知道我家发生什么事情，大家都知道我为什么被带到美国去，这叫好？不能有情绪，不能太高兴，不能太亢奋，不能太低落，不能太失控，否则人家就认定我血液里的神经病遗传基因就要发作了，这叫好？这叫好？为什么不回来？回来做什么？妥协了，承认自己有病，神经病家族就注定该紧紧地绑在一起了。不，我不回来，我没有病，我很正常，我汪子爵，我很优秀，我没有过去，我的历史从1983年到美国的那一天开始算起。你根本就想跟这个家脱离关系，是吗？就会回去，是不是？在你回去之前，可不可以请你抱抱我们的妈妈？抱抱他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我的名字会在哪里？
痛，不再有。